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J。经过3年的等待，布达佩斯最具识别度的地标之一链子桥，又名塞千尼桥，终于在2023年8月4日全线开通。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过这座多瑙河上的第一座桥，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，这里面有详细的讲解。其实链子桥的维修在2022年的12月已经完成了，链子桥作为一座桥梁的基本功能的维护，所以当时只是对公共交通、出租车、摩托车和单车开放使用。而对于其作为一个旅游地标景点而言，当时还是无法对游客和行人开放使用的。而在8月4号，经历了又一个大半年的等待，链子桥的所有维护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感叹号。对于游客来说，链子桥的开通无疑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，但这一次的重新开通和之前的重新开通稍微做了一些调整，让我觉得并不是对所有游客都一视同仁。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，链子桥将不允许社会车辆通行，除了私家车，只要是能在陆地上动的都能使用链子桥。所以在此提醒自驾游的那些小伙伴，一定系睇清睇咗，唔好盲公咁冲上去，到时候真系千里迢迢同你送张牛肉干俾你叹下啦。